或者说这个小区里面的话，还是他们基于这种基本的因素，就可能是所有的游客都以及你走路走路以及的东西，伸手伸入手从这个机制机跟对方的房子，就可以是社会的房子，也就是像一个就没有意义的房子。Thank you.